抹茶奥利奥千层蛋糕四层夹心啊，来一口，哇，真好吃！爸爸，我也要。啥是狗呢？我昨天吃了一个草莓味的，被他发现了，他问我那是谁吃的，哇，真香啊！看看这料真足啊！一共有4个口味儿，芒果、蓝莓还有草莓的，每个料都很足啊，而且配料表还干净，就是短保的啊，没有啥添加剂啊，小麦粉、动物奶油啊、抹茶粉呐、黄油啊、牛奶、鸡蛋这些。咱就说买这么大一份面包，你也得10块8块的吧？就这没事当个下午茶啊，当小甜品啊，真挺合适的。吃不完饭，饭我弄饱去啊！左下角这个价格，大家去看看啊。商家说了，这个价格坚持不了多久啊。刷到的有货，赶紧去囤点。